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谢曼达。三宝尊重坚持不
之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尊，菩提佛归依，我于所修闻法诸之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至菩提我归依，我于所修闻法诸之量，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好，那么继续研讨《广进道次第广论》。那我们上次谈到清净善事鬼理，那提到那个依止的部分。然后我们谈到那个有意乐清净依止方面，还有加行依止方面，加持清净。那我们谈到加行的部分，谈到第三，在36页。好，36页导数第三行。所以呢，我们重点是说，我们依止善事鬼理呢，重点是能够依这个鬼理去如理依止。所以呢，我们的依止的对象到底是功德有多大是其次，但功德越大，对我们帮助越强了越多。但是如果按照仁义学者之相，先有正住聚会希求恭敬法及法师，那以这样来听法。听法，然后听到善事说法之后呢，感念善事的恩德，来念恩生敬。那有这个敬呢，感觉因为当时候我们没有在佛前听法，然后呢，善事呢能够把这个传承，通过他的经验，还有他的理解，把佛法内容讲授给我们听，以这样的恭敬法及法师，所以对那个法要称起信，所以重点是在信法。有法的基础，信法在信人。如果说没有法的基础，你就信人，那就变迷信。所以透过善知识说法的，那我们得到法义，我们才会相信善知识。透过这样法是有很大的恩德，如同佛的示现一样来教导我们。那透过这样的由敬生信，那才做到那个依乐依止，还有加行依止，才做得好。不然你没有对这个有信心，光讲要依乐依止，你光讲那个九条啊，多难啊！所以多于对这个说法而没有产生肯定的话，我们不可能做到依乐依止。那加行依止呢，如果做变成一种情懒，没有从说法的这种感恩去做，会变成情懒，要得到善知识的那个嘛摄受啦，善知识的特别加持啊，善知识特别的关顾啊，那就会产生嫉妒，比较轻毁啊。如果有一个人比你更得到善知识的那个重视关注，你就会嫉妒啦，会不会这样？班长会确定你不会，因为你没有亲近过。我们就会啊，而且是你这种跟那个男众上司更会啊，会争风吃醋的。我们男众也会啊，计较呢，我现在刚才讲会计较的嘛，那个一杯水的高低。如果上次人拿一杯水跟拿一杯水给我，如果拿那杯水比较多，怎么奇怪，那比较多比较少，懂吗？同样你有时候同样我们供养上司都嘛一些钱，那上次就在课堂上称赞他，这个人呢很好，怎么样供养我多少钱多少钱，我供养比他多，结果没有提到我，我就奇怪怎么会这样子。以前发生过，我曾经这样的心态了，这都是过错了。
计较那个，对啊，情感没有从法去认识啊，比较那个一杯水多大，要称赞他，没有称赞我，我做的比他多都没有称赞我，做比他少要称赞他，没有从法去理解啊，从那个外向啊，发疯啊，哎，都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哦，这个很重要哦，我以前都这样经验过来，所以感觉已经错了，所以说给你听一下哈，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哈。好，第三，行啊，就是应该对我比较好啊，我供养多要关顾我一点嘛，对不对？不是从法去领受啊，而且从那个要特我对我特别好，特别照顾，多赞美我几句，喜欢得到这个啦。对，这个贪执啊，贪的情啊。好，我们看第三哈，倒数第三行。我们看那个家行哈，清净轨里的第三哈，位于教授遵行无为啊。重点是上次的说法，如果那个法真的是啊，能够让我们得到真上生，还有究竟决定胜的话，好，那应该是好好的遵循这个教授遵行无为，就依教奉行。那所有的善知识清净、一乐清净也好，家行清净也好，最重要就是这个。依着上次说的法，能够用在生活中，哦，用对境上去用。所以上次叫我们做事，不是做事项。我们曾经一个法师很能干，哦，专门我们以前那个土地啊，都是没有，都是违章的啦。就是以前那个老信徒嘛，就说好，这块给你，可是都没有签字。啊，变成他到那个，他往生了嘛，老信徒往生了，变成他的儿子。继承啊，可是继承你当时给我们，我们土地也盖房子了。可是那个所有权状是他们儿女的，他们要的话，我们就要搬了，所以很麻烦的。所以那个法师就是专门去对那个老信徒的子女去游说啊，就把他签字啊，那个已经捐出来了，答应捐出，而且我们盖了建那个地上建筑物了，把他签字，那游说好多好多，因为一笔。从一个人嘛一笔，可是他到子女就变成，可多少子女就分多少笔嘛，啊，那子女八笔就八笔，那第三代又一个子女又分16个，哇，很多很麻烦的，所以那法师很能干，他专门去办这件事情，那办的时候就是在计较那个怎么样去让对方答应他，哎，答应能够签字，哎，不然那个一告下去，我们方这个寺院就要拆了嘛，哦，那师父就说。常骂他，为什么？你不能做事项依法啊。如果说你这个事项，纵然大家都签名了，我也不要，因为你没有依法啊。教你做事不是要把那个土地完全签好，而是你能够做事，能够用广论的法或是佛法的内涵去对境用。所以做得越多，被骂得越多，难嘛哈。那也要做啊，因为目的就是这个啊。所以，我们世间有没有圆满的？好了，众里千名啊，土地没有变的啊，给寺院都没有改。可是你在做事项上没有用意的动好的动机去做，会变三寺院，福报很大嘛，对不对？哦，为寺院福报很大嘛，下辈子当国王啊、宰相啊，或是大富翁啊，福报很大。可是你内心没有法啊，内心没有法，你会做什么事？啊，说。引起贪嗔痴烦恼的事啊，那这变第三辈子，因为贪嗔痴太多了啊，第二次就引业贪嗔痴啊，就堕三恶去了，就变三世愿啊。你们要这样子吗？那如果是出家，然后没有依法，下辈子变大富翁，第二像我一样哈，下辈子变大富翁第三辈子堕了三恶去，你们认为值不值得？对呀。所以要提防是这个啦，哦，不是说我，哦，当然你做事很努力、很卖力、很好啊，很用心、很好，不是问你没用到法，没用到法不是师父要给我们的啦。你做了一点点有用到法，师父肯定；做的很多没有用到法，不是我们出家人应该做的，对，是不是这样？你们愿意做很多为寺院啊？做义工做很多没有用到法，下辈子很有钱，
第三辈子堕三恶趣，愿意的请举手。都没有愿意吧？那怎么办？所以这辈子要不要用到法？虽然很难，对不对？但努力要做啊，至少提个动机嘛。好，提个动机，我今天为什么来除草、拔草？你们有去做义工拔草？为什么要拔草？哎呀，因为拔是拔我的烦恼嘛，哈，所以我要得解脱，拔烦恼。我要为了利益一切如有成佛，要拔烦恼啊。所以为了自他的利益，就近自他成佛，我要拔草，拔我的烦恼啊。这样作意啊，这个动机作用，每做一件事，拔一根草就一个菩提心的善业，拔两根草两个善业，拔三根草三个善业，好不好？会不会难？加策略一下就好啦，有什么难的？对不对？然后呢，遇到境，人家哎，你为什么拔那个那个草那个药呢？你什么瓶药拔起来？那个是菜的好菜，怎么连菜也拔起来啊？对不起，对不起，啊，自己认错很重要哦。试着保持自己有可能是错误的，有可能是错误的，别人指正的是对的。第一个先接纳，那接纳之后呢，再辨别、啊、到底我也搞不到草跟菜的差别，再去求证一下。哦，下次记得这个是菜，不是草，下次就不会犯错。所以不要说哦，观业忍受求加持，那个说的一定对的啊！我错，对不起，我业障深重，对不起，我赶快去拜佛，都没有用的。事项没有弄清楚，下次还是犯错。所以要把那个啊菜跟那个草分清楚，下一次才不会犯错。不会犯错的人才不会讲你啊！你就不管菜跟啊那个草差别，然后去拜我，哎呦错了，我不知道我业障深重啊，怎么拔个草也拔错了哈、啊，拔到菜去了，对不起，我不知道加持我啊，让我业障消除，这样有没有用啊。所以事项也是要弄清楚的、啊，两个都要啊。啊，这个也不属于烦恼心去造拔草的，所以算不算有恶业？哈、啊，拔错了算不算有恶业？因为你动机本来就是菩提心嘛。啊，拔错也是菩提心的善业啊！啊，四相不圆满，从四相改啊。哦，拔错是四相错了，但是善业是在的哦。善业是观察你的动机啊，动机什么？我们讲啊，是意乐加行就近嘛。所以意乐嘛，意乐是什么？想跟等起嘛。一个是近方面的想嘛，到底这个菜跟草到底对不对？要想对跟想差。所以一个境要分清楚，第二个动机，等起叫动机，我安立是在烦恼动机呢，还是安立在善法的动机，还是出离心的动机、菩提心的动机，这两个啊，懂吗？所以意乐不是包括我的动机而已哦，是意乐加行就近，这个意乐不是只管我的心就好咯，境也要去认识对不对哦。你们学过南山律在变啊，对不对？造业要有境差啊，如果这个境跟你想的境不一样，那个造业不圆满啊。所以你现在用意乐那个菩提心的动机去造业，可是那个境不对，菩提心动机善业不圆满，但是没有恶业啊，就那个善业不圆满啊，这业果不混了啦啊。以前没有这样听过。所以如果说你想那个境对，而且你的动机也对，这个意乐就圆满啊，通过加行身口，就身口业就近、哦、就近一个确定的意业确定，那透过意业确定再做动作，就是身口意身口业确定。所以重点这个业乐有两个、哦、一个是对境对不对，一个动机安立怎么样状况。所以如果境不对，这个造业就不圆满了、哦、所以我们要改那个境动机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没有恶业，只是善业不圆满而已。所以不要去忏悔啦，那认识菜跟草差别就好了，不要跑到佛堂忏，哎呦我业障深重，我就拔个草拔到菜去了啦、哦、害人家少吃一颗菜啊，少吃一颗菜也没有关系啦、哦、重点、哦、要分清楚。好，这个叫教授遵行无为、哦、就是依教奉行、哦、重点做什么事要依教奉行，那把动机调整好，所以不要急于把事情做好，先想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来上课？为什么我要煮饭？为什么要吃中餐？为什么我要走路？为什么要搭计程车？为什么要坐捷运？才能问为什么啊？啊，先把动机安立好，再去做。我们现在都任运了，对不对？吃饭就吃饭了，要想为什么？坐捷运本来就坐捷运，每天都坐捷运，还要想为什么？对不对？那个班长要开校车，为什么要开校车？这我的工作赚钱啊，还要讲为什么？可是赚钱有赚钱目的啊，你为什么？班长，你为什么要赚钱？我因为要学法。啊、哦、好，啊学法干嘛？学法又要成佛，要度众生。啊，很好，这样就对了。法师，我顺便再请教，就是说，是刚才那个，如果说像那个法师，他要去做那件事情哦，就让大家圈制哈，签字哈，那他怎样做会比较圆满？你在怎么签字？我不懂。就刚才你说，有时候要请那个一些过户，有没有？哦，你在讲那件事啊？哦、對對對，你没有切入进，我搞不清楚在讲哪事。那个这样子会怎样？他怎样做会比较圆满的？啊，这个很复杂的，这个因缘起而变的。有人信道教的，有人不信佛的啊。对呀、啊，有人想要贪财的，可以啊，你钱拿来啊。我过户给你啊，这个很多不同的啦，这个很复杂的。哎呀，有是，你既然土地是我的啊，你要过户可以啊，你先买啊，来买啊，我不用算那个太贵的、啊，你只要按照那个地价公告给我钱就好了，所以很多方便呐、啊。哎，这个太复杂了，这不用，这很难，要用法去对境嘿。用法去对境。对对对，你为什么做这件事？先动机安立好。然后不是为了争取这个土地而争取土地，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善巧方便。那要他的机是什么？如果道教的来说啊，这个对神明啊，我们把这个杯嘛，你要信我卧户潜水啦、啊，我那卧户潜水把杯快塞我啦，啊，一塞我都签了啊，别塞不要紧啦，你刚过来把杯啦，哎，卧户潜水买火花啦，哎，如果说我们是正法，卧户潜水应该会答应的。啊，一次不行的呀，下次来保杯中一天会保成功的嘛，几率高很高的。就是他的那个前行的动机要安逸。嘿，要学生地方的缘起啊。对啊，所以要时间很长，没错啊，而且太多了，所以很难啊。但是复杂一定要用到法，你用到法你做这么事等于没有用了、啊。哦、可是问题安住对不容易哦，人家要骂你，要什么威胁你，要诈骗你，你说那个时候会不会气？会不会生气？我又不是盈利的嘛，对不对？啊，他人家是把你当成盈利团体啊，啊骂你啊，你这出家众是米虫啊，为什么供养你们？你都不做事的米虫啊，我们这个是生活都过不了，还要供养你们？不过，好，会不会生气？一点点啦、啊，哈、哦，哎，这不容易啦，所以讲这个太复杂了，也没办法答、嗯。好，那我们看《本生论》云，《本生论》说：“哎，报恩供养者，为依教奉喜。”所以我们要报三宝恩，好，包括善知识的恩，最重要的是什么？依教奉行，财进供养呢，生与成是那个其次的、啊，那是我对我们自己造善业最好的啦。但是呢，能够报恩，善知最喜欢什么？就是依教奉行。啊、哦，真正善知是最喜欢什么？依照佛法内涵去实践的、啊。哦，什么财进供养那个生与成是那个是其次的、啊。好、哦，那对啊、做的人有帮助了哈。哦好，所以色若虚随师教行者，好、哦，若所依师引入非礼，好、哦，即令作为三律仪式，如何行也？有人就说啦，对，我们要依教奉行啊，但是呢，哦，我们要随师教行者嘛，对，但是他讲的内涵，那个让我们产生烦恼，造恶业，好、哦，并且令作为三律仪，就是犯戒的。三律就是我们讲色律仪戒、色善法戒、老友情戒。好，如果违背这三个戒，要不要做呢？如何行也？你们认为要不要做？要不要做？
看情况啊，班长什么情况要做？像上师啊，不是上那个法师上次有讲过啊、哦，就说那个跟那个大修行者，他叫他去抢亲，他就抢了、啊。那他叫他去抢亲有没有？他也抢了、啊。那我们如果说跟了一个大成就者的话，可能就是要听他的话。那如果说，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大成就者？这个问题在这里啊。这个聚会，他怎么聚会啊？自己要多学习。啊，多学习就一定聚会嘛？多学习哦，应该是慢慢增上。啊，如果还没有到聚会之前怎么办？那叫你做要不要做？那就不要做了。哎，对、啊，不合理就不要做了。对，所以以你的条件哦，反正我讲那个上次那个那洛巴跟地洛巴的事啊，因为那洛巴也听过那空行母受记的、啊，所以说这位就叫摄那金刚视线的，所以很多空行母说，而且那洛巴是修行很高的人啊，他是阿底峡尊者的老师啊，所以本身条件高，所以呢，他为了成更上一层的成就，那空行母跟他受记啊，很多那个本尊也跟他提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才相信地洛巴是佛，所以因为相信地洛巴是佛，所以呢佛他知道佛要考验他，所以依照他说的就去做，是这个原因哦。所以没有这个前提之下不要乱做啊，这个相牵入火坑哦，嘿，哎，小心哦，嘿。所以这个很麻烦，密法哦，这个很多东西像如什么验的哈，以前啊，我不讲三个字啊，中间叉叉，让你们跳下去也不好哈，他在以前在美国密法嘛，啊，所有那女弟子啊，很多明星啊，就呢，他就要求明星跟他做那种事啊，你不懂啊，就做了，做了后才知道啊，他是错的，他是不是真正的那个出家众。啊，就是有写那个忏悔啊什么公布到那个新闻啊，所以这是以前不懂啊，以为学密法，甚至这个讲可以吗？好，甚至我去我们今天台湾一个团队刚好有中国大陆女孩子来参加，然后我就事后遇到这点，就是清理房间有遇到这些人，他说。法师，你们有在修那个欢喜佛啊？啊，什么叫欢喜佛啊？哦，就是能够男女会乐受那种。对不起，我不收。没关系啊，法师，我们这个会快速进步的啦。就是有些会这个概念呐、啊，误导了啦，对那个教理都不懂，啊，以为会修欢喜佛可以快速嘛增长，所以有些人他是学到那个皮毛的东西。没有从那个基础理论去学，没有从善恶业果去好好了解，所以很多人是这样哦。而且想求快的女众会这样哦。我先听到一个一本书啊，那什么八十成就者，就是一个老太婆八十几岁了，然后呢，她每天念着嗡嘛呢吽绕佛，感觉身心没有进步，然后他想要找上师，因为他听过只要得过上师加持能够马上成佛，他千里跋涉从西藏啊走到西康啊云南啊这样那个什么新疆啊这一带要找善知识啊，忽然呢就遇到一个善知识，然后善知识呢就跟他加持，那加持就做那种事啊，结果他就嘛从80岁变成16岁的少女啊，故事啊卖公啊啦，嘿啊，卖公啊啦！啊，你八十几岁变十六岁啊？哎，我嘛未，我不是你从，都不从佛法来看呐、啊、哈。可是问题不可能啊！对啊，哪有这样的，对不对？你想也知道，那个是漫画、卡通影片演一演可以啦，不要太相信。很多就像这个故事哦，我可能那个。中国大陆女众也相信这个故事哦，可能是这样被误导了哦。所以若说非法，应当遮止。好，那宝云经也说：与其善法随顺而行，
于不善法，因不顺行。好，所以对于我们显教的基础来说，要如理取舍。所以在这个几个像那个马偶巴依止地入那个纳罗巴的时候，他就能够依教奉行，那个依止那个如理取舍。比如说他那个有一次那个他去过两次跟纳罗巴请法嘛，那剩下两个法没有请到，那纳罗巴说你要再来，第三次要再来。他说好，那我准备好我再来。那去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准备好，就供养，要供养三尸嘛，供养很多钱啊，所以呢灌顶啊募集很多钱。第三次要到印度去，印度走到那个藏地的时候，就听说纳罗巴圆寂了。他想，可是上次叫我一定要去啊，因为还有两个法，一个夺舍法，一个空行母地法还没有传，这两个很重要的法没有传，所以上次叫我一定要去。虽然他圆寂，可是他叫我要去啊，还是去。那去的话就到印度找上次，找不到嘛，圆寂的。后来就看到一个路，那个海河边的有个人在钓鱼，钓变很像上次的变，就去了。觉得那个人呢，就拿先没有脸看他，就拿那个钓鱼，他就把那个肉鱼钓起来，活的哦，把它切开，然后肉吃完，剩下那个鱼的肚啊，鱼肚啊，就给他吃。那个纳罗巴那个马尔巴不吃，马尔不吃，不吃，他就等一下就丢到那个石头上面，那个纳罗巴就不见了啊，哟不见了，那可是我上次视线的，他就把那个。掉那个鱼肚子，丢下那个石头那个血的鱼的血嘛，他把它沾一块来吃，如那个甘露般的全身清凉啊，懂吼？所以他先如理取舍，不吃，懂吼？不吃，然后呢，再得到加持的。他如果说吃，会不会得到加持？不一定哦，因为他不知道他是上师啊，不了解之前的、啊。如果他了解他就上师，他一定吃嘛，可他不了解之前能不一定要吃哦，所以他因为这样才能够得到纳罗巴后面最后把两个法传给他，所以先要有基础啦，要显教基础，如理取舍，那你这个基础够了，好才会得到活菩萨加持，好，这个重点哦，所以真的要依照法的内涵和如理取舍，好，所以故于所教因不依行，如果非法的话，哈，不行非理者，总解，好，这是显教的基础。而如果已经肯定上师就是本尊是佛的话，那是另当别论，这是密法的那个层次。好，我们看本身论第十二品亦有明证，然亦不因此以此诸理，遂于思索不尽轻智而毁谤等。好，虽然说可能上师是也做一些事，可是他可能视线不知道，那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要做，别人的可能视线的不要管他，那我对我们自己来讲一定不要来做不如理的事，重点是自己不要做，别人要做，上师要做，他的有他的条件，我们没办法用那个凡夫的这种眼光去看待。好，如尊重五十颂云，就上师四十五十颂，他说若以不能，若以理不能，就是不合道理的，不合那个法理的，我们就不能去做，并且要起白为什么我不能理的原因，不能的原因，不能理就是为什么不能做的原因，就要用法的内涵去说明，所以因善持戒而不随转，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像这个很多啦，你像那个子曼也是不是，子曼他求梵天，结果他师父叫他去杀999个，如果是班长，如果你是子曼，你会不会去做？为什么不会？你杀人跟圣梵天相违啊，这个道理很浅显啊。还有像宗派有没有，例如说什么什么天的哈，不讲前面那个字哈，就是他叫他的徒弟去杀人，这个是很奇怪的，你杀人怎么会升天啊？还有 S 啊，什么 S 的哈，中间有个字擦掉了哈，有没有？
就是只要不是我叫的通通杀，有没有像法国的暴乱啊，哦，对，这些啊不说了，嘿嘿，我没有说全部了啊。很奇怪，你要升天又去杀这么多人，这很奇怪的，对不对？他就被那个洗脑了，对法不认识，对业果不认识，被洗脑了就去做了。可是这个明明不合道理啊，你让人家受苦怎么会升天呢？这很奇怪的说法。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都不会依照法去思维，就是听了相信，而且一直熏习，一直熏习。当你感觉错的，就应该跳开了啦，感觉问题就要跳了，不要去沉溺在里面，沉溺里面一直被洗脑，把人认为错的会慢慢就变成对的哦，很危险哦。把开始认为哎怪怪的，这不对啊，慢慢又被洗脑，又洗脑起来，把本来是不对的概念完全变对的概念哦。所以开始觉得不对的时候，赶快站到旁边去啊，不要一直还在里面啊。你说那个苦瓜，苦瓜是不是苦的？如果一直泡在糖蜜里面，会不会变甜的？会哦，这要小心哦，对不对？所以一直熏习熏习会改变的哦。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不对的时候，如理去不对的时候，赶快跳开哦，不要再沉浸在里面，很危险的。以后就没有办法如理思维了，所以这个洗脑会很大的问题。我们每天都要被洗脑，有没有？被我洗脑有吗？有吗？啊，如果被我洗脑，我也很高兴的，因为是用法帮你洗了哈。还有，我每天正常在洗脑啦，看电视也在洗脑啦，听人家说话也在洗脑啦，对不对？所见的一切都在洗脑哦。但是重点是，洗脑人家洗你的时候，你要如理取舍，对的才做，不对的不一定要遵循。所以被我洗脑，你要如理取舍。有时候我是挖陷阱给你们跳的哦。哎，要如理取舍。好，所以应该持戒而不随转。如是清净时，亦如庄严经论，好，就那个弥勒佛所讲的庄严经论说的，未受法分，具功德。所以为了承受这个正法，得到这个好，我们能够真上生跟究竟决定生的功德呢，好，所以应该清净三智士。那清净三智呢，不是为了财，好，虚受行正法之分，要依教奉行。因为现在很多都是为了财啊，例如说我们出家有些人是嘛，走投无路了，工作也不好找，好，那家里也待不住，然后呢去路边做乞丐，这是一条路嘛哈。你没办法工作了嘛，路边做，我现在看到很多嘞，我们那个手脚都好好的哦，啊，这路边的，而且那磕头是磕的，好像很可怜的样子，可是手脚又好好的啊，身体看起来也蛮健康的，就一直磕头。我第一次给他10块，我就第二次就不给他，因为长养他那种惰性啊，我就每次观想阿弥陀加持他，唤醒他的智慧，能够有能力去赚钱哦，10块钱也没什么，但是感觉这样对他不好，所以会以后就这样做了。然后呢，所以你喜欢这种乞丐呢，还是说哎，我找一个师傅嘿，能够帮我剃度啊，那吃也不用愁啦，住也不用愁啦，对不对啊，后半辈子有保障啦，对不对？我死的时候呢，人家帮我处理呀，啊，对不对？也不用花什么棺材钱，都不用了 啊那我原来的保险费还在啊嘛，对不对哈，啊，我家还有什么60岁以上是吧，还有什么保险金或者国民年金可以领啊，那寺院又有担心啊，好，啊，你要当乞丐好还是要出家好？班长，如果到时候你只能当乞丐跟出家这两条，你要选哪一条？哈，你要选哪一条？这个如果二选一，只能二选一，应该是选出家会比较好。那，出家造业更严重哎，那我就破戒更严重哎，这个就要小心，不能破戒啊。对，我们都贪眼前好嘛，出家当然好啊，有吃有住又有担心，对不对？太好了，对。但是出家如果说犯罪，那更严重，那比较是。所以呢，那就是可以出家，但是不要犯罪，就是要。对，我是要还的哦，吃喜欢的钱，不好好修行是要还的，啊。
所以我如果说是不修行的话，我劝还是当乞丐好了。不修行的话啦，你不想走修行这条路啦，只要混个米虫，好像我就是米虫，混个米虫，在事业又吃又住，又可以担心可以拿，那如果要混这种米虫的，最好不要，不要像我这样的米虫了哈，还是乞丐嘛，乞丐供养不多嘛哈，但是你点头，那个点头要菩提心来点头，为你众生愿成佛，愿你众生成佛，他就有善业了，至少承受得起。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对不起。所以呢，不是为了财啦。所以很多人呢，就是不是修行而出家啦，就希望一个地方可以住，然后生活没问题，又有担心可以拿，就是为了财。哦，很多寺院是这样的哦。所以你看到现在出家很多，年轻人多还是老人多？哈，我想说一般的寺院不是大山头不是藏系的。我50几岁啊，还可以做事的。会啦，寺院很缺人的嘞，很缺人赶金灿的嘞。你会做事的，至少身体会动，他愿意收你的。你65岁也没关系啦，像你也可以啦，那林慧颖也可以，通通收。为什么？你至少可以做事啊，至少可以做事啊。那做事都通通收啊？为什么？你多做事，那如果说一般赶进餐就去赶进餐赚的钱，来一个月，对吧？我们说一堂法会至少有3000块嘛，那是不止啊，现在不止啊。那看什么法会啦？还有你有没有名啦？但是你3000块一天有3000块，然后给你当生活费都够了，对不对？有个人在我的事业里帮我们做料一些杂事，够了啦。他请个外面的工人要2万块以上嘛，对不对？对啊，收个出家众单金5000块就够多了啊，合不合算？合算的啊。如果当时我是这种心态，是你们都来没关系，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对不起啊，今天开玩笑特别多。啊，我挖你们洞给你们跳的，真的是可以的哦。但是我介绍你到寺院去修行啦，但是一定要排队啦。你们年纪大都没关系，通收。通收。不要有疑问，通收。真的想出家通收。我介绍我那个朋友或师弟那边去修行。可以的。真的如果后面没有什么顾虑的话，班长你想出家我也可以收。没有牵挂了哈，不要牵挂太多了，要进进出出的那就不好了哈。好，那我们看博多瓦云。博多瓦云呢，他是说以前呢，佛陀就差阿难陀，就是阿难尊者为大师的侍者哈。因为佛陀成佛的时候呢，阿难尊者跟诞生，所以到佛陀快圆寂之前。阿难尊者才20岁嘛，所以佛陀39岁成佛，59岁的时候，阿难尊者才20岁，所以20岁刚好当比丘，然后八比丘就当侍者，59岁。那佛陀81岁圆寂嘛，所以阿难尊者大概当了20几年、21年的那个侍者。然后呢，他就要请阿难尊者当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当然阿难尊者他说他有3个条件。第一个呢，若不持大师不着之衣。就是佛你不穿的衣服我不要拿给我穿。一般现在很多的那个父母啊，有没有好的东西都拿给子女嘛。侍者一定第一个先拿到的嘛。最亲的人嘛。那他不收。这个不收，为什么不收？我们看你能看理由。第二个呢，佛吃剩下的东西他也不吃，对不对？一般佛陀吃的是最好的，对不对？以整个来看，供养出家众跟供养佛，佛是最好的还是出家众最好？佛当然准备最好的啊。所以呢，佛剩下的最好吃的东西呢，他也不吃。
第三个，一切时至大师前啊，大师前为什么要大师前？请示佛法啊，加一个请示佛法，这个没有写了。为什么一切时候都可以到大师前？要做什么？对呀，他没写啊，为什么每天都那你每天都看到佛了，要那个时候都要到大师前？就像大师前啊，请示佛法。那这样的话，则当侍奉成事大师。那为什么前面两条哦不着不持大师不着之一，不识大师之于时？为什么不求财啦？不求财啦，不求享受啦。然后，所以这个侍者，他阿难尊者是菩萨转世的哈，菩萨再来，所以他不是为了享受而来成事释迦牟尼佛，而是为了法。所以一切时至大师前，请示佛法。好，所以这个三个条件，不是为财，而是为法。所以呢，看的那个阿难尊者这样如此慎重，那其意是在教诲未来不得切罗，就在教诲我们后来的清净善知识，最重要是在哪里？依教奉行，请示佛法。所以我等于法全不计较，可是反观我们自己呢，对法都不会去说哦，是师父想什么法，那去请示佛法，对法都全不计较，没关系啊，上次讲一讲就好了，我们也听一听就好了哈。可是重点计较什么？虽少许茶，希冀高低。就刚才我的现行哈，刚才讲的故事，人家称赞他多一点，我就感觉勤快。我供养比他多，什么都没有讲，我一生都讲别人哈，希较高低。未师心中爱不爱念？然后呢，上次到喜欢什么？有没有这样啊？多人如果多一个三人，他可能喜欢吃水蜜桃，哦。那不喜欢吃榴莲啊，都会观察这个爱不爱念。他观察，诶，我今天做水蜜桃，诶，给上师，上师会特别加持我。那供养钱多一点，他特别会关注我。然后呢，再供养他一栋楼房，他会嘛，生生世世呢帮我回向，世世念着我，会不会？我安念呢？我供养上是一栋房子，我临终就没问题啦。为什么？上师会把我渡到净土去啊？哈，是这样吗？啊，不见得哈、哦。你造恶业的上师还有能力把你渡到净土去吗？啊，除了他真的是佛了、啊、那个。可是问题是什么？要你有条件呢、啊？不可能无条件就把你造恶业的你渡到净土啊？啊，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上师有条件可以把我造业的我渡到净土，那佛是不是应该渡没有众生到净土去，就不会堕三恶趣这件事了？啊，信佛的是不是没有堕三恶趣这件事了？啊，念阿弥陀佛也不会有堕三恶趣这件事了，因为每天念着佛啊，念着阿弥陀佛加持佛啊，啊，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不合理啊，对不对？所以有人会这样想哦，真的有人会这样想哦。哎，法师，那请问一下。是不是欲界的都会堕到三恶趣，还是说不一定？某你会堕三恶趣吗？你是在欲界？不是，我是说欲界是堕，还是说修到哪个阶段才不会堕到三恶趣？色界以上就不会了。色界以上，那欲界还是会吗？当然不，你欲界要看什么状况啊？欲界如果说你有修到天，欲界天的禅定摄持也不会，就定力摄持之下不会啦。定力摄持下，嘿，但是定力欲界的定会容易退，它叫散乱定、散心定。它遇到强的境，它就定就退了。色界的定比较坚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修定修到色界以上的定，你遇到这个色身香味触不会被它牵引。不会被牵引，但是欲界定会遇到强烈的色身香味触，比如说你喜欢吃巧克力。你本来就很喜欢吃巧克力，你现在修到那个欲界定啊，跟第九住心，看到这个巧克力就流口水，那个定就没啦，就磨啊。所以说欲界都还是有，就会还是会堕到三恶趣，欲界才会。不、啊，在定力摄持之下是还好，但是遇到强的境，定力消失后就会了。哦，就会。所以欲界定的定力是散心定，
遇到强烈的色身香味触，一下就没了，色界定很坚固，所以能够不起烦恼是在色界定以上。那如果是在那个兜率天内院，他们还会兜率天内院，他们还会堕到三恶去吗？你说在那个天上是吧？对对对对，不会啊，因为你净土啊。哦，净土，但是他也是在欲界啊。可是他净土的所色不一样啊。哦，所色有菩不萨的那个加持力，佛的加持力之下不会了。所以净土为什么这样土？是佛的势力范围啊！哦，是佛的势力。嘿、hey, ，你叫佛的势力范围，有佛的这种保护、保护网、保护住，就不会了。哦、离开这个保护网就会了。哦，为什么叫净土？就是这样啊。因为我好像广论部有没有讲说，在欲界的话，还是都会堕三恶三恶趣。不是，欲界会堕三恶趣，不是都会堕，这个也不一样啊。哦、不是都会堕，因为欲界会升起贪嗔痴三毒啊。哦。为什么叫三毒？会我们让堕三恶趣受苦，叫三毒啊。哦、对对对，所以欲界才有贪嗔痴三毒啦、啊。色界以上贪嗔痴的烦恼不现起，都不现起、哦，定力所设之下不会现起，哦、所以它只有造三业，不会造恶业。哎，这个要反看啊！净土不会，净土是活菩萨加持之下不会。啊，谢谢。好，可以哦。所以呢，要畏思心中爱不爱念，有没有喜欢我啊？有没有不喜欢我啊？哦，有没有特别关心我啊？不关心我啊？哦，没有从法去深入啊。我学这个法到底有没有依教奉行啊？有没有依照？啊，上次所教的法去实践啊，有没有随顺那个菩提心、出离心、空正见的内涵啊，都全部去计较，只叫那个情爱不爱念。哦，此是心内腐烂之相。哦，这个我们现在都很多这种的哦，尤其那个阿伯啊哈，阿伯哈，对不对？哎，儿子也不听话了哈，啊，孙子也不听话，他靠谁？师父啊，师父啊，每天就来师父啊，师父啊，师父啊，我送你东西啊，师父啊，那个珊瑚念珠很好哦，要不要一条？师父啊，我家有黄金金条，你要不要？为什么送这么多？博得善知识的这种垂怜啊，爱念啊。哦，这个亲近几时者，那多啊。要多久去亲近呢？啊、哦，虽然是说要以法，那多久亲近呢？如波多尔云：“有一来者，是加我担。”如果一个学法者来，啊、哦，变成是增加我们的负担；若去一恶，若走掉一恶呢，是担减少，难住一处，亦不能成。啊、哦，那如果说亲近的话，住太远也不能成就，那需以远近事中经久修习。这个是在一个一般来说是闭关的啦，跟我们现在听法不一样了哈。闭关的话，你有要闭个关，例如说哦，你闭个像着火，所以着火呢很多维系的问题，所以要跟会着火的有修过经验的着火的上师要住的不远不近啊、哦，不远不近，就是有时候我会请教问题，所以像看那个藏系的那。一般闭关都会到哪里闭关，知道吗？印度，给你猜。如果印度你要去哪边闭关？三大寺闭关，北部闭关，达姆萨拉。所以达姆萨拉后山都很多山洞在闭关修行者，为什么要在那边闭关？给你猜。圣地，哈，因为善知识，谁是他们最依靠的善知识？哎，对啦，因为他们住那边，随时有问题会请教法王，当然法王，所以都在那个后山，那个当然法王的后宫的后面的后山闭关，所以一到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所以为什么达官说完就很多闭关？为什么三大师没有？因为没有个善知识可以依靠啊。哦，就是闭关的地方一样离善知识不远不近啊。哦，太远呢、啊，你有问题没办法当下解决。哦，遇到有些问题是有急的哦，像说你闭密法的关，那个很急的哦，那个有时候会气会差掉的、哦，修不好气会差掉，而且修那个气脉明点很危险的，哦，所以有一个善知识可以依靠的话，就能够远近事中
并且能靠这样远近四中可以请教法义，经久修习，才能够进步。这是闭关的时候啦。啊，如果现在呢，请法的话，文师的话不用了啦，像那也很方便啦。高雄也可以，外国美国也是呀、只要写个 line， 他可能是半夜写的，隔天早上再看就好了，因为他们时间跟我们有时差，所以只要在 line 传看到问题，上厕所时间赶快回一回，就没事了，所以这个很方便，不用 住太近，住太近反而是不好，彼此干扰啊，住远一点，这样有 line 很进步啦，对不对？ Skype 也可以啊，打电话也可以，很方便，所以是文师的话就没有这个条件了，不一定要远近四中，如果闭关的话就需要。好，有没有问题？家行清净归理。Okay. 师父，你可以再解释一下说，是有一来则是加我淡，若去一二是淡减少。对呀、这是针对哪个闭关？如果说你闭关，是不是你有两个你要照顾他？像我为什么不收弟子？我也出家二十几年，我为什么不收？负担呐、你要照顾他生活，照顾他教育，照顾他的行持，你要全心全意照顾一个人，比照顾孩子要更重要哦。孩子有什么？有学校有老师在教嘛？那下完课补习班老师在教，你根本不用，你要出钱就好了，对不对？那早上一个爱塞子，一个叫哦，我还有国在吗？是早安。啊，晚上回来功课写了没？写了啊，晚安，好好睡觉啊，顶多煮个泡面，对不对？给他吃，很简单呐、好，不要吃泡面哈，煮个料理给他吃，对不对？补营养，对不对？所以白天都是人别人在照顾啊，对不对？可是你说一个法子呢，他也没有其他老师，只有你啊。我不需要这个啊，我们到处逃跑的，哪有时间被人家服侍？我不要，我自己洗，我两件衣服自己洗，很简单，轻松自在。要别人洗，洗不干净又嫌啰嗦，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如果洁癖的人，对不对？洗不干净又重新来，我又洗一次，更麻烦了。所以你照顾一个法子比照顾儿子更辛苦啊！要关顾他的起心动念，观看学习状态、文思的能力，关顾他生活，关顾他起居，关顾他教育。所以我这样我没有时间照顾一个人。当然喽、请法的法子啊，所以什么时候都要全，我们叫全方位的照顾啊。所以那个若加一个担子很重哎，那减少一个担子很轻哎，像我一个人多自在，到处跑，对不对？从台北、宜兰、基隆、王客就跑到高雄去，坐这样高铁很快嘛。然后高雄呢，就当天礼拜天下午完了，斗六又到台中，台中呢就嘛。回来了一天就结束了，多好，一个人多轻松啊。如果一个这个拖油瓶的啊，你怎么样啊？啊，不要，赶快死，赶快凉，烧一烧，烧一烧树葬就好了啦。所以我如果得了嘛那个不能治的病哈。就赶快去安宁医疗了，不会拖啦，我不会拖啦，我不会想拖啦。哎呦，给拖过你啊，给拖给差没啦，给拖给差没，给求往生的赶快修破啊，好吧？嘘嘘嘘，赶快去了，嘿，来给拖过给了解就行了，对不对？班长是不是这样？没啦，你知道不能治的，赶快要求往生极乐世界了，赶快配就走了啦，你有没有灌过顶？有灌过顶的人修可以啦，因为我没有灌顶传承啦，我们可以共修可以啦。如果有修破瓦法灌顶去灌，那可以的话，我们来共修破瓦法可以啦。他有一个那个佛母的灌顶，特别佛母灌顶，灌过我们就可以共修了。一个开许，灌顶是一个开许，允许你可以做可以修，那是传承的问题啊。
现在灌顶的格鲁派没有，破瓦灌顶没有，有嘎举派跟尼玛派两个传承。啊，你们看看网络很多啊，破瓦灌顶很多啊，这个机会一年都好几次的。啊，你看看比较相应的那个就去灌一下。他专门是破瓦灌顶的。灌顶完你会有很多修法。灌顶看他有时候有三天的，有三天的修法，一面解释一面修的。啊，灌顶要三天大概啦。那有三天的，那有长的也有七天的。很多很多嘿。啊，如果说想要破瓦你们去灌个顶，那以后大家多我们就可以来共修。诶，跟结合这样的共修也可以。不不，那生意是别人的事，我们就自己保持哈。要钱是吧？我好像没有这种经验诶。没关系，你就不要有定价钱的啦，不要定价钱的。灌顶的时候供养上师是每个人应该做的嘛，哈、哦，那多少是自己决定的，定价钱就不好啦。定价钱就感觉是有点用法来卖钱的啦，这样不好。好、哦，所以可以有机会去试一下灌个顶。那如果大家想要共修，我们就来共修。好，可以哦。好，加钱清净鬼礼有没有问题？好、哦，那家行清净是我们是财经供养、生与成事，然后是依教奉行，最重要的，不管是依乐清净鬼礼、家行清净鬼礼，就是以依教奉行为最重要。好，那我们看第四，清净胜利。所以我们在抉择到底要不要清净呢？要不要去依止善知识啊？有没有曾经这样想过？每做一件事这样想过啊？班长要不要去开校车啊？还是不开校车啊？去找别人工作啊？有没有这样想过？我们都有吧。所以要去比较那个胜利跟过患啊。啊，做那个事要比较胜利过患，学法也是要这样子啊。那法师，因为我读广问齁、哦、他常常说要亲近善知识啊。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学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说，奇怪，我善知识要去哪边找？善知识要去哪边找？那怎样才是善知识啊？那时候会有这种疑问啊。那后来就说，其实善知识有很多，大家都是善知识嘛。是。那变成是说，那这样子大家都是善知识，说那我们要去找善知识，那我觉得是不是针对一个目标，还是说不用针对目标这样子？要针对目标啊。针对目标。你目的是什么啊？你要求这个善知识带给你的作用是什么？要先弄清楚啊。那我如果在这边上课，那法师就是我的善知识啊。对啊，法友啊。哦，是啊、哦。善知有两种啊，上师跟法友，我们是属于法友的善知识啊。哦，善知识还有分很多种。当然喽、哦，我前面讲过了、啊，對對對對，有法友的、啊。嘿，那根本上是我们这属于佛法研讨的法友啊。那根本上是法师上次有讲过，是说第一次帮你。让你比如说他帮你受戒，比如八关斋戒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是这个已经就过去了，就没有再听他讲法了。对啊，那是一个上师的名分而已啊。哦，名分而已啊。啊，那个不是法衣子啊，所以灌顶啦、啊，哈、哦，那个受戒的那个不是法衣子，那也是根本上师。最重要的根本上是法衣子的根本上师啊。哦，所以有的人很多啊，去别人地方剃度啊。然后呢，后来又到一个上师那边去，完全医治他，终身医治他，那是因为法医治。那如果说这个善知识缘起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听到的法啊，那这样子算善知识嘛，对不对？所以说他录音带那些算是善知识。对，但是你要不要把它认定根本上师，自己心里决定。哦。如果你认为他可以改变你生命啊，真的可以靠这个法能够让你走向那个现前正当身。究竟决定是你心里可以决定他就是我的根本上师，可是他已经没办法让你请意了啦，请意到的录音带去听去抉择了，这可以，这每个人可以自己决定的。说你要听法，不一定说一定要面对面，就对，就不一定，也不一定，不一定，这可以受益是吧？哎，要对生命有改变最重要。谢谢。是刚刚那个班长他提到说，诶，师父你也提到说，就是第一次跟我们受戒的、就是你要把它视为上师。然后如果说像我第一次受戒是在园区的，那
那一类是佛妻，然后那个被受戒的人是几千人或是上万人。那这样的话，一个这个帮我们受戒的阿舍离，跟比如说我跟他是一对一的这样受戒的阿舍离，哪一个比较重？还是都一样？都一样，都没有差别。这是自己认定的、啊，如果人数多少，心里面认定的。对，心里认定，跟人数多少无关啊，无关啊。是哦，像灌顶都一定是现在没有一对一的灌顶吧？对啊，都好几大法会啊，像慈轮金刚灌顶、法华神灌都十几万、二十几万在灌的啊，对不对？啊，那个就是你只要其中一个他灌你的顶的，就是你的根本上师啊。然后以前那个是密修密证的，是五个人，那个是密修莲花生大士的时候是这样，最多二十五个，因为他莲花生大士有二十五位那个入室弟子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所以灌顶最多25个。可是现在没有办法，末法时期没有办法这样做。以前修行一定要这样做，这样会比较照顾到25个修行的状况。像人那么多，有个美国人啊，他有印度来的，哪边来的，你哪有时间去打电话问到阿里修行怎么样？哎，没有登记名字啊，我想住哪里啊？所以这个是没办法实践的。看大什么灌顶啊？有些是大灌顶的，而且要闭关的就会限定人数啊。如果没有闭关的就没有限定人数啊。要闭关的要照顾你的修行的，所以有限定人数。如果一般只是灌个顶后续没有闭关的，一般不会限制人数。好，这个有分它的目的性。好，可以。好，那我们看清净胜利。那清净胜利，我们看这个是依照啊《瑜伽师地论》的说法哈。他说，第一个尽诸佛位，就是能够快速成佛；第二个呢，你透过清净三智归理，能够是以学法为主哦，学法听闻佛法，依教奉行，所以嘛，诸佛欢喜哦，加个但书哦。不是你供养三只一栋楼房就诸佛欢喜哦，诸佛欢喜不是这个哦，诸佛欢喜是什么？能够听闻佛法依教奉行才诸佛欢喜哦。好、哦，这是第二个哦。那因为你依教奉行是吗？终不缺离大善之事哦。你能够人家讲的法能够依教奉行，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教你？对不对？所以能够依教奉行，每个大善都希望这种徒弟啊，能够在法上好好实践都喜欢的，所以大善之士一定会啊时刻哎，班长你来当我徒弟好不好啊？那个人说啊，哎，班长当我徒弟好不好？一定争来争去的啦，好弟子一定很多师父想收的啦，哎，不是不要、嗯、来骗吃骗喝的、哎、不要来啊，只要讨个饭吃啦，住的舒服的，不要来。好，第四，不堕恶趣，因为你依教奉行，但不堕恶趣啊，对不对？所以重点，依师鬼理之样，依教奉行。所以，因为依教奉行，但不堕恶趣啊，因为你依教奉行，所以恶业烦恼悉不能胜。所以前面加个但数都是依教奉行，那就没错了。重点依教奉行，那因为依教奉行，而且我们依的是什么大圣的佛法。所以因为一大乘佛法呢，所以终不违越菩萨所行，以菩萨行具正念故，时刻刻呢以菩提心的动机来造所有的善业。好，这个是依教奉行。第七，功德之粮渐渐增长。好，通过这样菩提心，好，造作菩提心的这种动机，然后心能承办现前增上身，就近决定胜一切的利益。好，所以依教奉行，而且是重点什么？菩提心。第八，啊，因为以这个依教奉行的心态，成事施故，就是法供养，哈，益乐加习，系获善业，作自他利，资粮圆满。要依教奉行，啊，最好是以菩提心的动机，好，去成事施长。
这很重要，所以重点要前面一个依教奉行啊，以菩提心的动机而做，那这样的话，这八个功德就快速能够圆满啊。啊，但书啊，依教奉行啊，所以你依人不依法，能不能得到这八种功德？不行哦，要依法哦，要加依法哦。如果光依人不依法，这八功德跟你无关，没有关系。好，好，那我们看，这是于伽师尊所说的。好，那我们看，如是亦如《华严经》所说的。那《华严经》所说的呢？他说，佛在告诉善男子，哈，若诸菩萨，第一个功德为善知识正所摄受，如果正所摄受，哈，第一个功德嘛，不堕恶趣。那你为什么得到善知识正所摄受？就是依教奉行最重要的，所以因为依教奉行不堕恶趣。第二个呢，若诸菩萨为善知识所思念者，则不违背菩萨学处。那思念怎么叫思念？不是情懒的思念哦，教法的意思啊，是刻刻耳提面命啊，佛法在讲什么，这个叫思念哦。我说哦，你三天不见了，三日不见如隔什么三秋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如隔九秋，哎，所以不是这个意思哦，而是说时时想要利益你，要让你懂得法的内涵，这叫思念了。那告诉你佛法，那叫不违愿嘛，菩萨学处。第三，若诸菩萨为善知识所受护守护者，胜出世间，就是什么叫胜出世间？获得解脱。好，这第三个功德好处胜利。第四个呢？若诸菩萨成事，而且供养善知识，供养呢以法供养哦，不是财尽供养，这供养是以法供养哦。好，成事善知以法供养善知识者，于一切行，这个行就是菩萨行哦。所以我们用菩提心啊，六度四摄这样的法来供养，于菩萨行呢，不忘而行。好，第四。那第五，好，第五，若诸菩萨为善知所摄持者，诸业烦恼难以取胜，因为你依法依教奉行，依佛法来做身口意三业，好，所以诸烦恼难以取胜。这是依照华严经前半段所说的，有五个功德。好，那这依华严经又讲后面哈，善男子，若诸菩萨随善知识所有教戒，诸佛世尊心正欢喜，好，能够依教奉行，好，诸佛菩萨呢最欢喜的是这个第六个功德。第七，若诸菩萨于善知识所有言教安住无为，尽一切智，好，能够透过善知识所有的言教好去修行的话，尤其是毗婆舍那空性的法律，能够依教依照这个法理号去如理思维，自性空缘其有，安住无为的话，尽一切智。这一切智就叫解脱啦。一切智是小圣的叫一切智，如果是菩萨叫道相智，如果佛叫道种智，或讲一切种智，那这一切智是共通的啦，他讲一切智得到解脱的无我慧。好，在第八，于善知识言教无疑，好，能够正处聚会，则能尽于诸善知识，作意不舍善知识者，一切一理心的承办。好，所以靠着这样言教无疑，则能尽于善知识然后变成有八个。那通过这样呢，八个呢，作意不舍善知识，一切一理心的承办，一切八种功德都能够完全圆满。所以靠着华严经也从前文后文也是会有八个功德。好，这八功德了解没？八功德总结最重要的是哪两点？哪两点？第一个要听闻说法，那依教奉行，这是一个。那依教奉行要什么的最好的动机去做？
菩提心。所以学色裂学，学的色裂学呢，那就是啊，原来哦，对境的有所缘缘、不共增上缘啊、等无间缘哦，这是三个缘。为什么碰得到过去的业因哦？去了解色裂学。那像对境呢？哦，这是法嘛，依照色裂学法去思维。所以呢，我要有什么动机对这个境？菩提心，然后，所以就把我们学到的法、色裂学、心裂学、广论、中义建立、色摩他、品摩舍那，对这个境每个角度思维。你们有没有曾经看一个电视剧，那用色裂学去想，那为什么是这样子？会用心裂学去讲为什么是这样子，用缘起的观念去讲为什么是这样子，用那个正知正念的那个想法去想那个每个起心动念的心所跟心往的这种观待关系，还有广论，那我对这个关系怎么去带他人着想啊，或是观公念恩啊，啊去想一下哦。同样一个剧情，你可以用不同角度、不同的法去解析，这样你就对这个法越来越熟悉啊！不是看电视剧就被那个什么编剧的骗走了、啊，我们都容易被编剧骗走哦。所以当女主角受苦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她流泪，对不对？然后男女主角团聚就跟她欢喜，对不对？被骗的啦！你要分析他的心态，演那个心态，彼此那个演心态跟我们平常的生活是一样的，所以他演的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我们自己，只是说我们对他看，我们旁观者清、哦、所以看到他的现行也反照我们曾经也这样经验过啊。从旁观者清可以分析他的心态，为什么这个心会这样跳，从开始疑虑慢慢受苦，那为什么会受苦，他坚持什么东西让他坚持能够忍受种种的苦境，什么样的目的让他坚持的？啊，这个目的是好的，是世间的目的，还是如果是我要纠正什么目的？因为大部分的剧情都是世间目的嘛，家庭团圆嘛，哈，啊，亲情的这种增长嘛，哈，啊，母女之间也好啦，夫妻之间也好，可是我们是停在这里吗？我们停的是一切如母有情啊，利益他成就佛道嘛。所以要把这个亲情要提升啊，不是在现世亲情而已啊，要提升到无限生命的亲情啊。那无限生命的亲情怎么要让他们报恩，就这样成佛啊。说不是停在亲人团聚啊，啊母女这种啊母子这种团聚啊，不是这样的，那个世间人啊。所以从这个世间的角度可以提升到出世间了。而且这个心态是转折是一样的。为什么而受苦？为什么能够坚持？为什么不会退？目的不一样哦，目的不一样哦，心态不一样哦。啊，班长没这样想过？没有，比较少了。那现在开始要学习这方面的，对，把那目的提升。那坚持还是要坚持，但目的不一样。因为有时候这个还串不太起来，这样子，所以要把它串起来。多练啊，多练就熟了、啊。对对，是。好、哦，所以看别人，再看看自己啊、哦，再用法去做思维啊、哦，也很好。好，这八个，可以哦。好，那我们再看。秘密啊、哦，这个不可思议秘密经，不可思议秘密经也说哈、哦，若善男子或善女人，应即恭敬，依止亲近，诚事尊重。那这个善男子跟善女人，为什么叫善男子、善女人？哈，善良的男人、善良的女人是这样吗？那我们叫善男人、善女人，哈。哈，这个在佛前善男子、善女人不简单呢，他们是定性种性者啊。如果是大圣的，一定要发起大悲心啊；如果小圣，一定要发起造作出离心，造作出离心。对，操作乐运就入小圣道了，不一样。只要造作的出离心，就是小圣的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有大悲心，就大圣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解？那大悲心就是大圣种性者了，造作出离心就小圣种性者了，可以哈？
所以讲不可思议秘密经是讲大圣的，所以就这些这个男众学法者、女众学法者一定要具备大悲心以上。好，所以你具有大悲心，想要走向大圣的这些人呢，应该亲近城市尊重。啊，如果能够恭敬依止亲近城市呢，有的那几种利益。好，若如是者，利益什么呢？第一个利益，闻善法，故成善意乐。好，所以能够透过善法呢，能够摆正你的动机，从不好动机变成善良动机。即有彼故，就以善意乐故，成善加行。透过好的动机呢，来造下嘛好的身口恶业。好，加行就是身口恶业。由是因缘造作善业，转去善行。所以靠着身口意三的善业，能够转去善行，然后就是能够应该是我有没有讲转行善，我把它颠倒过来了，靠造作转行善去，然后它文字我把它扭一下啦，因为他已经做善行了，还要转去善行干嘛？变转行善去啦，转行善去啊，他把转去善行，我变成转行善去啦。这样扭一扭，会不会觉得太离谱啊？变转去善行，我把它变成转行善去啦，因为是。意乐加行，身口意都善业嘛，就嘛会生善去啊，得到现前真上身，就转行善去了。善去就是三的三善道啊，人天三单三善道啊。善行是业而已啊，我们业是现在业，目的我们造善要得到现前真上身，就人天果报啊，就得到三善去啊。你可能印错了，应该是转行善去，不然善行前面有啦、啊。意乐成有彼故成善加行啊，这个已经善业了、啊。所以透过由造作善业啊，善业已经全定了、啊，所以转行善去啊，然后目的要生这个三善去啊。那最好的什么？得到暇生啊。三善却不够，还得到暇满人生最重要。好，这第一个功德。第二个功德呢？人令善友，就善知识，爱乐欢喜。所以善知识教底佛法，能够呢，透过这样的依教奉行，都是善知识最喜欢的，爱乐欢喜。说你是依教奉行哈，不是你供养钱多的就爱乐欢喜哈，不是这个哈。第三个，由是不作恶业，做纯善故，依法依教奉行，做纯善故，能令至他不起忧恼，这烦恼不清啊，因为依照善法嘛，就烦恼不清。第四，由能随顺护至他故，因为你是以大悲心，能够护，就是保护自己不造善业，也能保护别人不做善业，会故能够圆满无上菩提之道。这是以大悲心，故能利益去向恶道诸有情类。四个菩萨应依尊重圆满一切功德之量，所以这个有四个，随顺护自他故，能够希望自他能够成就佛道，能够满无上菩提之量之道，故能利益去向恶道诸有情类。连恶道有情类也要利益哦。你们平常可不可以利益到恶道有情类？平常可以啊，怎么做？回向、施食啊，还有没有？回向力道强不强？你们平常回向是念一念的而已，还是真的是有感觉的？要有感觉啊，要有感觉那个力道才会强。光念一念文字，嘴巴念一念，力道不强。所以他是非人干扰，是非人干扰啊，因为你没有这种心力真的对他们好啊，就要这种用心力哦，
用心力，我正在利益你们，那怎么利益？可以用观想的，观想那个佛光就照射那个附近的啊、哦、人非人等，那只要附近的就要蒙受佛光的加持哦，那就会真的有感觉。所以要光进到那些非人身上，不是嘴巴念一念，嘴巴念一念他没有感觉的哦。你不用念啊，用第六识练习的练啊，当然要练哦，你不练怎么观想起来？所以要练啊，练啊，密法就是要练啊。你去看卡通影片啊，不是卢玉宝那个谁那个海涛法师啊，他们正做一个那个金刚上斗的卢玉宝那个观想静坐的啊，那个就有那个金刚上斗放光的那种影片啊。所以你看这个影片有放光的或不知道放光的，你就把它观想起来，我可以变成阿弥陀放光、观世音菩萨放光，转个本尊不一样而已啊。所以透过教你练习，一直看着看，你就有印象嘛，有印象再观想就很容易啦。所以为什么叫卡通影片是这个啦，看那个影像熟悉的，你就可以第六识就容易串接起来啊。对，试看看。同修他们的子女被非人干扰，法师也都把他处理过好多次，那么多年都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很复杂。第一个是说，那个非人跟那个被寄宿那个有业缘嘛？啊，这个业缘有很多种，一个是恶缘来的，恶缘来的比较难解除。啊，如果是为了得到功德，只是借他的身体得到功德，那可比较好处，好去除。而且去除的方式也不一样，去除方式用善意的方式去除，不是用赶的。用赶的方式对方不接受，很难接受，所以要劝的方式。那劝的是一定要用一个比较让他快乐的地方，以利欲勾牵啊。因为你跟这个人没有修行啊，你受苦他也受苦啊，你倒不如跟了一个什么一个善知识，例如说观想阿弥陀佛在前面，哎，我就请阿弥陀来观想阿弥陀在前面哦，你赶快跟阿弥陀到极乐世界去，或到观世音菩萨界，那边才是真正你要的快乐。你跟着这个人呢，他也受苦，你也受苦，所以用这样劝的方式啊，这很多种，看缘起啦。我曾经做过，就是有一个同学哈，就是在受八万斋戒，哎什么营队啦哈，他之前要受八万斋戒，然后受八万斋戒，他就发一个愿。我要像师父一样利益一切如有情，所有需要的帮助的通来吧，我来帮助你们啊。结果通来了啊，啊通来就承受不了了，哎呀身心受苦啊，哪边不舒服啊，昏沉啊，提不起心力啦、啊、吃也吃不下啦、啊、睡也睡不着啊，好啊，就是求法师帮助啊。啊然后我去了就观想说，你可不可以跟他对话，好像可以啦，但是用心念啊，不是讲话的啊。结果你跟他对话，哎，你跟着你比较苦啊，因为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啊，提不起心力，你也受苦，他也受苦。啊，我就你最相信谁？哦，那我最先相信善知识，好吧？那就相信观想善知在面前，可以看得到吗？哎，看到了，你就跟他讲，我们善知识有修有证的菩萨，好、哦，他一定会带你到更快乐的地方。不会让这边受苦，你就劝请他跟你的善知识走，然后再讲一讲，好像有动摇了，好吧？那就观想呢，他善知识在前面，他就引领着这个飞人啊，这些飞人自己走，开始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哎，越来越舒服，慢慢走，走，完全走掉了，哎，身心就好，恢复正常了，哦，所以不是硬来的哦。像一般我们汉学说念大悲咒啦，念什么什么那个楞严咒啊，我们道教没这样提档啊嘛，那个不对，这反而伤害众生。你为了帮助这个人，用嗔恨心赶走这个非人，非人跟你造恶缘，
你自己也造恶业，这样划得来划不来？划不来，用嗔恚心去对这些非人啊，划不来了。你要用善心帮助他的心啊，去劝导，这才是正确的方式。哎，老师，那这位同学是不是要经过善知识的同意？不然善知识如果没有那个力量，他会累死了。不是，一切为分别心安立的。你想善知就是佛，所以呢，我善知是佛，所以佛因为你的缘起会示现个善知的模样。哦，是这样子、啊。对、哦，所以你分别心安立，你把善当成是个能救拔众生的人呢、啊，所以不是那个我们实质善知识，哦，那个具有功德的示现呐、啊。哦可以啊，当然啊，啊，你要劝那个要不要跟阿弥陀走啊？要劝他啊，因为有些非人喜欢跟观音菩萨走啊，你要问他啊，跟我们上次走好不好？不要啊，观音菩萨好不好？不要，阿弥陀好不好？哎、欸，好，要问他一下、啊，对，不是我们决定的就他会跟着他走啊，他相应哪一尊不一定的，有人相应观音菩萨、啊。有人相应观音菩萨就不相应阿弥陀佛，也有的 啊心理对话，心理对话，如果心理对话感觉没有挣扎，没有排斥的心，我一般排斥的心的感觉一种磁场啊，会刺我嘛，那就排斥的心。如果你对磁场比较敏感，像你走到里面的地方，那个地方会有一种刺刺的不舒服的感觉，那个就是不好的。那而如果是感觉那个地方很祥和，身心很舒畅，那个是好的磁场，懂吗？那跟他对话一样，哦，对话一样。如果说你知道非人在那边，你跟他对话，如果他不同意，他有刺刺感觉会刺过来，你瞬间感觉不舒服，表示他不同意，你再换个对话方式。虽然没办法听他说话，你可以用身心的感觉去判断，这很多种方式啊。嘿，这个叫慢谈。心用心，都用心，甚至你可以召起你过去生的冤亲债主，通通在面前，我跟你们谈判，先谈判。我今天生病的可能是你们造成我生病的原因，我跟你们谈判。哦，我来送几部般若经呢，还是说地藏经来回向给你们，你们好不好？如果这样好，你们让我不要因为你们的生病，好不好？啊，如果说感觉好像有这个念头，好像舒服一点呢、啊。那可以说看看，不是宝贝哦，哎，一般大家宝贝哦，哎，好不好？小贝哦，好，小贝啊，三小贝功夫，阿拉伯小贝个继续谈判，这是一般道教的做法。哎，那法师，如果大家以后同学是不是可以观想那个大贤法师？哎，就要看他们对我有没有信心咯，哎，这不能单方面决定的哦。啊，对，要不要请法师先？要请问法师可不可以？不是，现在有两个，一个是你们自己认为可以，而且非人也认为可以啊，对不对？你不能说你认为可以啊，非人不同意，你就不要了、啊，哎，最好不要，让人站那争，让他更生气，你就更受苦。所以一个公认的比较好啦，公认的佛菩萨比较好。好，哎，对不起啊，又讲到那边去了哈。好，我们休息一下好了哈。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看38页。第七行齁、哦、那个不可思议秘密经齁、哦、我们讲完了齁、哦。好，那我们看经讲完之后呢，我们看复次尤其城市之事齁、哦。那个这个在第五，刚才那个不可思议秘密经讲了那个四个好处胜利。好，那我们看钟大师在补充齁、哦。第五齁、哦，护持尤其城市之事，因于恶趣所受诸业，于宪法中身心之上少其病恼，或于梦中而领受者，亦能引彼令尽无余。好，通过这样的依教奉行，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会嘛重报轻受，或是梦中出现。你们有这种经验？你们在梦中会没有梦见未来会发生的事？啊，曾经有，对不对？
就梦中梦过，哎呀，怎么这梦到跟梦境发生的一样？有没有？我曾经梦中出车祸，哇，哎，真的出，以后真的出车祸，真的啊，出车祸那个很惨，就变嘛，哎，残废了啊，断手断脚。后来呢，我就是知道自己有问题嘛，所以就对学法会比较认真了哈。啊，这出车祸呢还好，那一天刚好是指甲那个掉了，就是因为那个做学法的缘故，所以以前会感受的这个恶果，但因为学法这个期间就没有重报轻受。嘿，还有遇到一件事情很难处理的哦，梦中会梦到一件很难处理的，或是很伤心的，可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没有那么严重，虽然会身心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没有伤心到那么痛哭流涕的哦，还不会这样的。所以你们有这经验没有？没有啊？有哈、哦，过去式的啊、哦，那就好好珍惜，哎，那就提醒你，哎，上哎，这个、讲太多不行，不要重蹈覆辙啦，错的就不要重蹈覆辙。像我曾经梦过我为情自杀，跳崖自杀啦。为了感情啦，所以我就记住这一点啦，哎，不能有感情的问题啦，为了感情跳崖自杀啊。啊，跳崖自杀就是被救起来啊，被一个出家和尚救起来，所以那一辈子就出家啊，念大悲咒啊，念得很有感应，用手摸一下病就好了，所以我对磁场很敏感啦、啊、就从那一辈子开始的。那个过去的一年因为跳崖自杀没有死，出家学佛就得到好处啦，所以我就记得我不能为情而伤感，记住这一点。梦中我要禅定啦，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要宿命通才可以啊。睡梦中音，睡梦中回到你本来的那个记忆，原始记忆会出现。好，这个是个人的经验哦，所以很多都是一个启发啦、啊、好的启发，但是你都是要去把它了解，这个告诉我哪一点，不是把它当成一个事情哦，经过又看到了，然后就不在乎了，然后就做梦就没有好处了。好，所以梦中出现一定要告诉你什么，提醒你什么，好，要好好去认取它。感应敏锐就很多种啊，有人是修禅定的感应敏锐，有人对吃外境的外境的，或者对会看到非人的，你看到臭味的，很多种不一样。但是你要当你感应外境不好的时候，就用一个最基础的方法，观想佛光，换佛光加持附近，所以本来不好的这磁场透过佛光加持就变成好的。这个我经验很多，因为我是敏感体质的，我非常敏感，只要那个非人经过我都知道，那个身体会起不同的反应啊，不一定，就是会有臭味，有时候会有臭味，湿臭味或是一种味道啊，甚至有一种影子这样经过也都有可能，不同相状。所以我就观想佛光加持啊，蛮那个相状不好感觉不舒服的慢慢就变好了，相状是好啦，那是好事的、啊。那你舒服的就好。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有经过一般，如果说人家办丧事灵堂那个经过，那我们应该会观想佛光加持。所以你不要怕，不要怕什么刷掉啦、冲掉啦，还有那种磁场的问题啦。磁场问题、啊。所以你要观想佛光，就是你不管人家办丧事啊、经过坟墓啊，或怎么样，你再观想佛光，或去助念，观想佛光加持亡者，加持我们里面的房间的人。这个都不会发生什么事。那这样子，如果说观想佛光加持，那他会不会来就变成来找你帮忙的？不、啊，是佛菩萨给他的，不是我给他的。哦，刚才我讲就是那个他要给他、哦，都来吧，我要度你们呢、啊，就来了，他的承受不了。那佛菩萨会帮忙你去找。对啊，观想佛菩萨在外面加持他，你跟着佛菩萨走，不是跟我走。哦，那我如果想到大雄法师的话，要看他承不承许啊。但没关系，你有想我，他跟着我，我没关系，我也是交给活菩萨而已啊。哦，你想越多来，我照单全收。
我把它交给阿弥陀观世音菩萨去。啊，谢谢。你如果要观想我没有意见啊。啊，问题他有没有意见，你要问他一下。啊，不知道说法师会不会感应到。啊，看你功力咯。好，这个是少起病恼，命中灵兽一人银笔，宁静无语。啊，这个是我们做学法的一个重报轻受的现象。好，那看第六，好像只有六个啊。又能应必共事无量诸佛善根，有如是等诸大最大利益，就那供养法啊，你为了感恩善知说法恩，以法来供养，能够应必共事无量诸佛善根哦，用法供养哦，懂吼？通过法供养，依教奉行的法供养，能够应必共事无量诸佛善根哦。这样没问题。我们供养，一般供养是你供养什么？有没有想到法供养？都想到食物吧？都想到食物，对不对？啊，每天的那个吃饭前啊，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佛，不堕恶趣，供养鬼、供养佛不堕，不堕地狱，供养法不堕恶鬼，供养僧不堕畜生，是这样吗？啊，是吧？啊，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愿度一切众生。啊，有没有供养法？都供养食物而已嘛，以食物供养而已嘛，这个叫财经供养而已啊。可是呢，如果用法供养，应必共事无量诸佛善根呢？用法，你说什么法？哦，我今天学到哦，广问说的哦，要依教奉行，要常常以菩提心的动机来行使一切身口意三善业。所以今天我是以菩提心的动机来供养诸佛。希望透过这样供养，我不是要为自己，我希望呢所有的众生，因为得到佛菩萨加持，能够就近成佛，那就是法啦。把今天学到的法拿去用啊，那就法啦。这样讲的，所以不是供养食物而已哦，还加上动机，把动机加进去。我供养这个食物，供养诸佛菩萨，是希望诸佛菩萨加持我一切如母有情，能够快速成佛。来利益更广大的一切都没有去。法师的意思是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供养法是说我们做的法供养法，还是说我们做的法供养？你知道的，感受到的法，不是我们做的法供养佛，就对，是直接供养法。好，把学到的法，今天了解的闻思了解的有感受的供养出去。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是有两种啦，一个是外境的法，就是经典啦。所以经典法宝这是外境的，但我们供养这些经典是希望能够经典能够把那加持力法的加持力灌注我们身上嘛。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以果相已经透过学法这个感受来供养法、供养佛、供养僧，那个经典因为它你供养法目的要学更深的内涵嘛，然后那真正的法是道地跟灭地啦，不是那个经典哦，就是透过这样的供养，能够透过希望能够更得到法宝加持，能够驱入到道地灭地的内涵，这是我们目标啦。所以你目前用你自己感受到的、听到的法来做供养，那诸佛菩萨欢喜，这个硬币供养无量诸佛的三根。那我们就是有三个，变成三个 target 就对了，三个目标我们可以供养嘛。三个对境，三个对境，这哦，三个对境，哎，不是目标，法本身，还有佛本身跟身本身，对对会，哦，那供养法本身、佛本身跟身本身，最终就得到它里面的道地跟灭地的内涵。道地跟灭地，那为什么要能够得到道地灭地的内涵？一定要用出离心或菩提心的动机去供养。如果你没有用出离心、菩提心供养，不能得解脱，不可能得到道地灭地的内涵。所以动机一定要把学到哦，今天要以菩提心的动机去做供养，那就是用法，用你学到的法去做供养，所以它是变成辗转增上了，这样会不会很复杂？那如果说以水果要供养法，那这样子有时候就不太合逻辑。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要拜水果，说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
那法他不会吃水果啊，有时候是这种想法。用我的动机、啊，用我的动机，不是不是，他要活菩萨会不会吃我们的啦、啊？哦，我们动机哦，对对啊，火会不会吃我们的、啊？我们动机不会吃啊，一种尊敬的意思。你的意念，你的善业啊，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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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重点是你的善业，哦、对，不是供养食物啊。哦，对对对，重点是你的家里的动机的善业啊，动机善业，这是活菩萨才感受到啊，活菩萨也不吃你的，对你那个有添加物的啊，有农药，活菩萨才会吃你的。所以一般我们会把食物变成无肉的啦，就是嗡阿吽嗡阿吽观想嗡阿吽变成无肉甘露，那有这无肉甘露供养活菩萨无肉的色身的，那看我们观想，活菩萨也不会正领受你的，因为活菩萨他是不吃的啦，活菩萨已经跳出三界了，还吃这个吃东西干嘛？是主要是我们的意乐，透过我们意乐造下一个很好的身口意三善业为主。对，要用法来供养活菩萨最高兴。对，所以活菩萨不是吃你的食物啦，对，活菩萨不会吃你的啦。嘿，就是盖过去，嘿，盖过去就胜过的意思啦。对，功德胜过他的光辉，胜过供养供事无量诸佛善根，硬币就是比他更超胜的意思。不是把它掩盖哦，不是这意思的哈。好，所以透过清净三乘的法供养，依教奉行，能应必共事无量诸佛善根，这是最最最最大的胜利，最大的好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讲多，重要是讲很多经来做引证的哈。再看的是地藏经，这个地藏经是地藏十轮经。十个轮哦，不是一般的地藏的法门有三个经啊、哦，地藏本愿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还有旃茶业报经啊、哦。旃茶业报经是一般忏悔用的，那一般藏系会比较注重地藏十轮经，我们汉系比较注重地藏本愿经。对，啊，现在讲的是以地藏十轮经来说的哈，十个轮啊，就十卷啊。十卷是十轮啊。好，那看地藏十轮经说，彼色受者，就是受到善知识色受的话呢，因经无量具之劫中流转恶趣所有善业啊，所有诸业难于现法，就是今世今生因极意等或激情等损恼身心而能消除，这是重报轻受。那最重要的是什么？能够依教奉行，还不是依人哦，是依法哦。所以下至何者，或为梦中亦能清净。好，这是这句点放在这里了哈。所以虽于具之佛所种诸善根，未行布施，或行供养，或受学处，就听经闻法，就是或受学处，所起善众善。难比难比就是成事善知识，以法成事善知识，这个比就是以法成事善知识，写一下，以法成事善知识，仅以善半日善，即能应必成事尊重，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不是在财进供养哦，是以法成尽善知识。这样呢，半日善就能应必这些财进供养的功德。或受取活取众善，众善一般嘛，我们讲它是或行布施，或行供养，或受学士所取众善，就包括一般的我们善十个人，我们叫十善业。所以施等诸施等诸诸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哈，但是应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四个为主啊，就是对十善法这部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重点是以法供养，称是供养。法师，那这个半日
供养善知识的话，就是你自己的法去供养，不是说一定要跟在他旁边这样子承持他，不是吗？啊，不一定，不一定要跟在他旁边嘛。那你这种两种嘛，嗯，就是一个是说，哎，承持善知识依教奉行嘛。那依教奉行是当然是不一定要跟在旁边就能够依教奉行了。哦，依照上次说的法号去实践就是依教奉行。那这样应该是每天都可以啊。当然可以啊。不一定要半日成事。对啊，我们都是法友啊，你现在的根本上师还没有在我们面前嘛，你可以做到这样子啊。哦。对啊，你把以前上次听的法号去努力去实践也是这样啊，可以硬币半日就硬币所有布施供养的功德啦。每天都可以做得到的、啊、因为他想半日成事的话，我想说是不是要亲自再帮他服务这样子，不，他是依教奉行啊，不是要当面的、哦、不是要当面的、啊、是好，可以齁。好，那看那个地藏十轮经又说，诸佛无量功德神变，应观一切悉从此出。那什么此处？就是从依教奉行的清净善知鬼里而出，依教奉行的，依教奉行就是清净善知鬼里的依教奉行而出。是故应如尘世诸佛依止清净共事尊重，还是要注想，就像依清净诸佛来依止清净共依法依教奉行，依教那个就把善知说的法当成佛亲自说的法好去实践。好，这个就是依止清净共事尊重。那再看本身论一说，悉不应远诸善事。远诸就是心远离哦，不是一定要身体远离哦。我们现在都把界定在身体就错了哦。我们现在有没有身体远离善知识啊？每天都在远离啊，你们居士每个家啊，哪有办法住在寺院，如果三支出家众，对不对？所以是心啊，那心是远离三支事还是远离三支法？法为主啊。哦，所以要跟三支法，不要心远离啊，身一定远离的啦，对不对？诶，这个要讲不好，讲到一个问题，就有人说哦，不要离开啊、哦，哎，不要离开，我哪有可能不离开的啊？对不对？算是圆寂的，他不在身边，一定离开的啊，哪有可能不离开？说从身离开，那有可能不离开的。我们重点是心不离开，那什么心才叫不离开？同心同愿呢、啊？为了自他就近成佛，才是每个善知要我们的目的啊。我们要快速成佛，是不是善知更高兴？对，那怎么样才能够快速成佛？多闻呐、啊，初悟广大求多求多闻，中现经教皆教授，后进日夜遍熏修，本来就是周老师交代的啊，善知也是告诉我们这应该这样修的啊，对不对？所以跟善知同心同愿的，依照善知的这个教法去努力实践，才是真正清净善知事啊。哦，所以说身体不离开善知识，哪可能不离开？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嘛，总是身体会变成土归土，尘归尘啊，对不对？是讲心。哦，哎，有人不承认说，哦，你难道这样说就可以了吗？啊、哦，不然怎么办？本来就是诸佛说的啊，是不是远离诸善知识嘛？为什么以调伏理修善行？什么调伏理？就是以内心调伏，内心相续来修那个善知所教的这个善行，不管是以成佛的道路来说，以解脱道路来说的善行哦，不是一般的慈善版善行哦，要有出离心跟菩提动机来修善行哦，调伏内心相续哦，以两耳动机来修的，由近彼故，说因为有清净善知识依教他的教法而去修行。故其得成虽不固然是然熏，所以不是靠在身边齁、哦、得成就会是然熏啊。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啊，以前齁、哦、就是喜欢当侍者嘛。那为什么想当侍者？因为师父的光环会笼罩着你。
啊，有没有这样想过？有没有想要啊，看到师父想要去跟他讲几句话啊？有没有？啊，为什么想跟他讲几句话？因为善知的光环会笼罩你是吧？啊，真的有笼罩没有？我们亲近这么久，没有感觉笼罩。每天都在寺院，每天都在一起，没有感觉笼罩。重点在什么才会变笼罩？依教奉行啊，常思维他的法，他讲法的内涵，他得成虽不固然自然熏，一常听法常熏习佛法，所以他得成不要故意去要去照做，自然那个概念慢慢就转变，身心就自然调整了。所以是依法哦，不是依那个人哦。像说你每天啊、洗澡会不会洗香皂？香皂能够香味挡多久？没有香味啊，有的香皂有香味啊。如果那个香皂哈、出来后一个小时的香味还在，不要洗啊，那个是有添加物的，自然的香味不会这么久了啊。所以要考验一下，所以一样，我们是内心的得成啊哈，不是外向的。啊、外向就说哦，亲近三次就会得到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哈、那个都是嘛，这是跟外道相似的啦，跟外道相似，飞人飞在你身上，你就感觉一个东西进来，对不对？那去不了，所以重点是嘛，内心去改变的，它是根本的哈、所以依教奉行过，所以由近比固，由亲近三次这个法依教奉行，故其得成，虽不固然自然熏。然后不是依人哦，是依法哦。好，那看不多晚云，我等多有破依之过，就是对法不入心，法不入心叫破依啦。破依是法不入心啦，不是外向穿破烂的衣服啦。因为对法不入心有这个过失，如脱破衣，唯着草秽不沾金沙。因为常法不入心，所以呢，对境呢都是什么？依的烦恼，依的自己的烦恼，依造恶业，所以嘛，如着草秽不沾金沙，因为没有善法可言嘛，法不入心啊，就没有善法啊，没有善法呢，内心就臭臭的啊，对不对？恶业多啊，恶业多就黑气一大堆啦。所以其善知识所有功德不能熏染哦，因为你法不入心，所以善知要讲法这个作用。就不会骂了，进入到你内心相续，所以锐有少过，即便懒浊啊、哦。这一到静，差一点起烦恼，就嘛被懒浊恶业去了。因为法不入心，破一，故一切略略清净，心无所成。所以要对善知的法呢，要好好去串习、听闻、依教奉行。如果是刚刚一堂课听过啊，就记不得了啊、就当做一个结缘似的。那就没办法成就了，没办法得到什么啊？其得成虽不固然自然熏，就没办法得到啊。这重点在什么？依教奉行。好，到这也没问题。依教奉行会不会难？班长会不会难？如果全部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如果说尽量我们去配合他，因为有些像我之前的话是有吃素的四五年，后来觉得有时候跟家里不太就格格不入，那就变成有时候配合他们吃，讲那自己大部分都吃素，所以说有时候要看随缘这样子。所以这跟因教奉行有什么关系？就尽量是不要杀生嘛。我想说尽量不要杀生。不是，你要转个心念，我要成就佛道，要不要我跟我有缘众生帮我？要。要不要？要。你没有众生能不能成佛？没办法。那你众生是跟你有缘的能帮助你，还是跟你无缘的能够帮助你？要有缘的。对啊，现在这一次来说，谁跟你最有缘？家人。对嘛、所以你不先跟他结个善缘、以后怎么帮你成就佛道？所以先这个以这个善缘做基础，至少我不会去杀生啊，没有造恶业啊，学顺饮食习惯而已啊，我至少吃三斤肉嘛，或是肉边菜，那也不违反他，当起嗔恨心排斥，而且学顺他们，那透过这样的彼此善缘，
我上学到了法，慢慢跟分享。虽然他可能听不懂，也排斥，但一入耳根即为道种。他们就洗脑啦，方便洗脑啦。这一次讲，那可能听不懂；两次讲，哎呀，你要讲什么？三次讲，就慢慢哎，有一点概念了嘛。所以你跟你结善缘，你讲完他才会听啊，是不是？因为也有改善，因为以前他们有时候会杀蟑螂，会弄蚂蚁，对啊，那他们现在都听我的就比较是啊，因为善缘的缘故嘛。对所以为了成就佛道，要利他，这个必须要做的，就把动机摆到嘛最高的，自他成佛，那就没问题啦。这个叫依教奉行哦，不是光吃素叫依教奉行了、啊。依教奉行哦，对。啊、哦，把动机摆那跟善智同心同愿的。对对，这个安利动机最重要。嘿，要自他就近成佛，这个摆上去就好了。好，就是。好、哦，没问题。他比赛那个会草会啊，做个比喻啦、啊。草会的话，跟金沙不同。一个很好的一个不好的啦、啊、它可以比喻垃圾也可以啦，比喻金块也可以啦，但这个比喻比对出来的草会跟金沙嘿这个差别，因为我们都走过农田嘛，一般一五太长都是着那个草啊土啊泥土污土啊，对啊，草会是在土里面，然后金沙是在土里面啊，金沙拿在土里面叫河里面啊，对啊，但是河床嘛，我讲河床没有，都是土啦，它比喻是一个好的土跟不好的土啦，这个差别而已啦，比喻啦。依教奉行就如着金沙啦，法不入心，随顺烦恼就为着草秽啦，它是个比喻而已啦。哎，你可以修改没关系啦，那个比喻而已。好，有问题。好，没问题。我们看刚才讲是一子的胜利，对不对？第五个讲不一的过患。所以我们做事情一定要这样左前后思维哦。做这事情有什么好处？然后相对性有什么坏处？不做有什么好处？那再有什么坏处？要做两个做批判哦，不比对哦。然后你说我学佛有什么好处？那有什么坏处？哎呦，坏事不能做诶，对不对？很麻烦诶，有时候想要放逸一下都不能放逸诶。我安尼无，我哈，因为我曾经教过一个小女孩啦，二十几岁，我就讲到广论处理心，法师不要再讲了啦，你再讲就没办法结婚了啦，不能交男朋友了。你讲到处理心啊，如果的过患，好，那怎么办？我是为了成就佛道而结婚啊，要摄受更多的菩提眷属啊，所以把目标摆远一点啊，好，因为每个人缘起不同啊，对不对？所以我既然是没办法先升起处理心，我先有那个一个目标设定嘛，啊，我先大家有个更多人结更好的缘，那我学习佛法，透过佛法内涵，因为我跟他结善缘，我可以把佛法概念灌输给他。所以我也在学习佛法，他也可以改变，随时我的因缘改变呢、啊。所以最后呢，两个共成佛道啊，也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不要限定在这一生啊，有时候把那个目标推到无限生命，那就没有问题啦。所以讲处理生死，我们了解如何的过患。当我们了解如何的过患，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才不会嘛爱天怨地啦。如果本来就这样子嘛。高下不定啊，怨亲不定啊，本来就这样嘛。但你了解这个原则，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就会释然啊，不会耿耿于怀啊。先了解哈，所以不定说一定要马上做啦。哦，讲到出离心就要出家、啊，那有人就跟我说，你们出家人太自私了，都要每个人出家，那出家那谁来传宗接代？那、啊、没有传宗接代，社会怎么安定？社会靠谁去支撑？我说。哪有可能每人学佛就出家的啊？出家要有业啊，要有环境跟缘起啊，不可能说学到佛就出家了、啊。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奇怪？很多这种抱着这种说法啊、哦，啊，你们都是要出家，那谁来维持社会的安定、经济成长？
我说不是每个人都会出家的，每个缘起不同啊，每个业因缘不同啊，适合的就出家，不适合就不一定要出家，对不对？以菩萨精神来行菩萨道不是更好吗？利益社会，利益人群，利益国家，不是更好吗？所以每个工作不一样啊，对啊。所以刚才讲说你们想出家是你们愿意的话哦，无缘起啊，不一定要照单全收，好，适合条件够也想好，那个才决定好。如果现在还有家里的还需要照顾的，就不一定要以菩萨的菩萨精神、菩萨道、菩萨行来完成的无德质量，也蛮好的。好，每个取舍是缘起不同的。好，有没有问题？好，对不起，就讲到过患哈。如果不依，好，不依，好，不依善知识的法，好，有什么过患？就不依教奉行有什么过患？我们请为知识，好，你把善知识当成善知识，但是呢，若不善依，不善依什么意思呢？不是依他的法号去依止哦，不是依人哦，哦，因为这个都没有讲清楚，我们会概念中是依人哦，不对，甚至藏系的有些把它当成依人哦，也错。所以有些我是学到现在感觉，也就色彩哈，都是一种迷信的色彩啊，变成依人的啦，迷信的色彩。上师说的话一定要照办，不办怎么样怎么样堕三恶趣，这个都是错的，应该是依法，依法依教奉行。人说的要看法合不合理，如果人说的跟法不合理，刚才讲嘛，可以嘛，起白不要去做，前面已经说了啊。好，班长有问题。那法师，你法师上次有说，你那时候在当侍者的时候，什么都要跟他请示。那是当侍者是不是？如果说没有当侍者，就不用每次都跟他请示的吗？太烦了吧？哦，对 对, 對。因为我刚进僧团，就是要想医师嘛，所以什么事每天都找师父报道，问东问西的，三次哪有那么多时间呐、啊？你真的是法上很重要的法才去请示啊。后来是说你要依止上座，依止好才能依止善知识，就是上座同意当侍者才变成侍者去亲近师父的。上座这没这一关没有通过，没办法到上面一层亲近师父的。我都停在下面这一关啊，因为我感觉上座没怎么样啊，所以我没有亲近，就亲不到那边去了。到那边就会就是师父说，哎，这个可以啊。和尚说哪有，根本没有那请教问题啊，哪有？哦，那就到不上面去了。所以我怎么上去的？我是靠医疗啊。哦，是，还会讲医疗技术才上去的。啊，这样不是奉承，不是那个，都不是。啊，我没有采取这种手段啊，所以因为这样就停了很久了。哦，是哦。在外面停很久了。哦，是哦。我讲一下不对，我讲这个是错的哈，不能这样说哈、就是这叫依法。依法。不是依人呐、因为法师上次说都，你在法师当侍者的时候就，师父怎样讲就要请教他嘛，那不能自己做主嘛。那变成说你是不是依法，那你师父讲的话我们也要判断一下是不是合法这样子。不是，现在是说你有两个，一个是世俗地的判断，一个是圣意地的判断。那圣意地判断先要把这个执着拿掉，把自己这个执着啊，像遇到很多事啊，例如说昨天我去某个地方上课，那昨天要放一个电影，就是看那个Ghost Whisper 鬼语者啊，有没有听过？就是那个小女孩可以看到那个鬼魂跟他通话啊，鬼魂因为他需要一执着就要变成鬼嘛，所以需要一些帮助，而且小女孩看到他可以知道他沟通，所以鬼就透过他帮助，然后呢把这个性执着放掉，然后呢投身那个升天，所以叫鬼者，这个小女孩这个能力，而且他也愿意帮啊。本来明天要看这部电影是让启发那个我们的执着啊，那临终的时候不要执着，一执着就堕入鬼道，要启发这个内涵啊。我就事先刚说要准备什么，要准备电脑，还有那个跟那个电脑萤幕太小，它放到那个电视萤幕比较大嘛，那个电
电视跟电脑的传输线，那个影像传输线，哎，电脑还有一个喇叭的一个线，好，我告诉他，他们说好，啊，我就前几个道具准备好了吗？他说没问题，就一去，什么问题都来，啊，线也没有，啊，电视怎么操作也不懂，啊，都不懂，啊，那时候呢，我就感觉，就是啊，我就讲说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说本来我家是这样子的，所以应该可以啊。我说你们认为可以不一定可以哦，你们不懂，把它装成懂哦。他们认为家里是这样嘛，啊，到别人家也应该这样嘛，可是他没有了解电视要跟影像的传输，一个声音的播放，这两个最重要啊。啊，他就引他们家没有，因为家都小孩子装好的嘛，一打开就有了嘛。啊，不晓怎么装嘛，我告诉他压制两条，他们家没有这样，就以为别人家也不需要这样嘛。这样懂齁，就你的做事都会用自己的概念去想啊。啊，我是讲这两条，这重点是一个影像的传输，声音的播放，这两个抓到了就没问题啊，他就忽略这两个，我讲的这两个音他忽略掉，他们家是这样不用这样的，他别人家应该是不用这样的，懂齁，用自己的方式去想的，这个叫执着啦。那讲的话他说我就没有这样，他会反弹啊。我讲那个两个音他否认掉，用执着他家不是这样，应该别家也不是这样，反弹啊。我也会这样啊，像遇到上次骂我说我又不是这样的想法，你怎么可以这样骂，同样道理啊。所以重点是要去掉那个执着啊。所以为什么要每次要问善知识，就把那个执着的心先放到一边，先把执着放到一边，听善知识怎么说，你再用如理抉择合不合理，懂吼。所以换掉执着是圣义地的学习啦，那在抉择善知识合不合理是用世俗地的抉择啦，这两个都要学啦，听了解喔。啊，换掉执着不是说完全听事物的啦，哦，不分青红皂白，反正听这个也要判断合不合理的。对，老师的意思就是先不要先入为主的观念。对，然后别人讲你又反抗，对，我没错啊，你为什么讲我？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会学习，会有这种心态、啊。哦，把自己认为对的执着不放，别人要讲我错的，讲不到我，我防护罩已经设好了，所以人家要劝你的改善的点，你就吸收不到。对，就是那个。有那个漏气的那个，嘿，就是自以为是的概念，三气会漏掉就没办法。所以这个事情很多啊，昨天换到这件事我就提出来说了。好，然后那个今天又传说，哎，对不起，昨天让师父烦心了，哎，啊，我说烦心不是重点，而是说你有没有看到问题，啊，上次烦不烦没有问题，是说下次能不能改善，有没有看到你的问题。人家告诉这两个条，这个两个关键，你有没有找到？下次还是这个两个关键做判断，不是说我家可以，到别家也应该可以；我家电视机可以，别人电视机也可以；我家电脑可以，别人电脑也可以。因为电脑构造不同啊，电视机构造也不同啊。所以要学到那个法，不是这讲光讲道歉是没用的啊。我也执着啊，我执着那个地势成立的，因为我自己也执着啊。所以执着呢就起烦了嘛，你怎么明明告诉你这样做为什么不这样做，就把这个事项当成地势成立了、啊、所以反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的概念不同嘛，分别心安立不同嘛，他家认为可以，他分别心安立到别家也可以嘛，分别心安立 啊我分别心安立一定要这两条才可以嘛，啊其实也没有对错嘛，啊我就执着我的对他错嘛，就变成地势成立的执着。因为那时候法师已经跳出是应承派的啊，你已经跳出应承派了，不，当你起烦躁心才会思维，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会去想啊，原来错在自己也错了，所以不能怪别人啊，自己也有错。对对，啊，这样就没事啦。对，所以我学到我该学的。对对，啊，希望他也学到他该学的。重点是这样。啊，对不起，昨天有稍微起一点点的，哎，情绪不稳，哎，就起烦了。好，最重点的是呢，善知识要依教奉行。如果没有依教奉行，我就刚才上昨天就没有依教奉行了。我讲比波声那讲很久啊，结果都没有照做，就起第十层的执着出来，没有依教奉行就起烦恼了。所以起烦恼嘛，招诸极意，非人损恼，行气不稳就非人损恼。好。就第一个坏处了哈，
第二个坏处，以未来世当堕恶趣，经无量时受无量苦，因为你常造恶业啊，起烦恼啊，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靠这个烦恼的心所会造下恶业，要堕三恶趣，这第二个坏处。那接下来我们看金刚手灌顶序，这是密序的。然后呢，金刚手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汉系叫那个大势至菩萨哈，他就问说：“波切凡问佛，若有毁谤阿舍离者哈，毁谤上师，彼等当感何等一手？得到一手果报。那”那世尊释迦牟尼就告诉他金刚手菩萨说：“金刚手，莫作是语，不要再说了。”因为这个讲到这个一手果报呢，如果是毁谤上师的话，天人世间悉皆恐怖啊，这个果报太严重了啊。那秘密主就是金刚手菩萨啊，一个命称，因为他是什么叫秘密主？因为他是集结密法的部主啊，集结密法密序的部主，所以叫秘密主啊。但是为了你因为请示的缘故呢，难当略说。勇士因谛听，勇士就是菩萨啊，勇士就是菩萨，菩萨应该好好听。那什么样的果报？一手果报呢？我说无间等出疾苦地狱，即是彼身处。只要毁谤阿舍离呢，无间地狱就是他的未来的投生之处。然后并且不但是受苦哦，而且住彼无边劫时间也无量。是故一切种终不应毁失，所以呢，一切种呢，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什么事都不应该毁谤师长，毁谤那个上师。那什么叫毁谤？你说他真的做啊，然后他是我讲事实，可不可以叫毁谤？有没有这疑问？啊，因为他骂人啊。你骂人，他那我说上次昨天我就讲不懂啊，装懂就骂人了嘛。你不懂那个道理要装懂嘛，以为这样就可以嘛，我就骂人嘛。然后他说哎，那个法师有骂人，那算不算毁谤？啊，算毁谤，不算毁谤。我事实算不算毁谤？符合事实啊，所以世间不算毁谤，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把他当成上师算哦，我昨天骂他这样算是真的啦，那不算毁谤啊。当你把他当上师就算，懂哦？为什么？为什么当上师就算？因为上师是佛的视线啊，所以他本地风光不是这样子。你看着外相说他这样子就毁谤。这两个哦，所以如果你把他当成根本上师，你应该把根本上师视为佛一样，所以他做什么事都是视线的，你不能讲这些事啊。如果你没有把他当上师法师，诶，昨天骂人家不懂还装懂，事实啊，那就不算诽谤，这样可以吗？两个角度不一样，能听？所以你会把他当上师，就要视师如佛，所有一切恶行或是起烦恼，都当成是要教导众生啊，依法示现的。那这个就不能讲啊，就不能这样讲啊。那是为了教导某一个人，所以有讲到什么话，可以这样说。前提是什么？为了教导某一个人而说什么话，那可以说。但把那个前面为了教导某一个人那个省略掉。他昨天有骂了某个同学，那就不能说，这样分得开吗？因为法师那变成说，在前提就认为了、啊，在前提还没有发生这件事，你就认为他是上师还是法师啊？不能在当下来哦，我认为我他是上师是法师，这样子不行。当然，你要把他当成你的上师，一定要是前行就要做了。对啊，前行不能在当下这样子。对，那所以他做一些坏事，我们不要提。如果你把它当成根本上是不要提啊，如果说感觉你这边学不到法就离开就好了，只字不提。
不能提的，虽然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不能提，你既然把它当根本上帝，要把它当成佛一样的视线。心想可以啊，不要跟人家说就好了，不要跟别人说，跟别人说就毁谤。 OK 哦，没有，你把根根本上师的出家之后，你要当法友就好了。法友可以说，了解哈？根本上师不能说，法友可以说。哈，哎，如果说别人会造，因为你不说会造成他的伤害，你只要提醒一下就好了。提醒一下，哎，这个要注意哦，哪一方面要注意一下啊？不要说他因为做过模式，而是说他这个方面要注意一下就好了。哦，肚里面嘀嘀咕咕的，哦，嘀嘀咕咕是抱怨的嘀嘀咕咕，嗔恨心的嘀嘀咕咕。哦，你知道有这件事情就好了，不要去起什么烦恼啊、嗔恨都不要，嘿，嘿，知道事情发生就好了，哎，啊，就这样，不要起烦恼，要起烦恼对我们自己也不好。知道自己事情发生过，所以要避免去重蹈覆辙就可以。嘀咕也不要，嘿。好，可以哦。好，再看四十五十颂里面说的哈。那毁谤阿舍利是大鱼，哦，是大鱼吃，哦，这个大鱼那个逗点应该逗点在大鱼啦哈。那阴招那个招的逗点拿掉。摧毁谤阿舍利是大鱼吃，因遭吉利及诸病。哦，因为会是大智慧嘛，得到这个恶业，这恶业呢就会得到嘛这个病，哦，很重要的病，哦，会伤身，因为你造恶业。哦，所以魔疫诸毒食，哦，然后诶亡火及毒蛇、水罗叉、罗刹、盗贼、非人、爱神等杀。啊，那个等那个逗点拿掉，到杀，杀逗点再杀，所以非人爱神等杀，然后堕有情欲，那终不因恼乱诸阿舍离心，好，那色有余故，好，余故余啊，我余故为，就是因为余次的缘故呢，有做了。然后地狱定烧烛，然后所说无间等地狱即可为地狱诸放施犯者佛说住其中。啊，最重点是恶意毁谤啊，所以有分层次的啦。如果他没有造这些恶业，你故意要毁谤说法师，我们叫转法轮师，恶业就可能重。哦，尤其是对一个可以利益众生的这菩萨来说，他没有做这些恶业，你故意造说他造恶业来毁谤他，才有这些大罪恶啦。而如果是事实，你看到事实，那提醒这些好朋友，诶，可我看过这件事情，那可能有造业，但是没有像这么严重了，要分很多层次。这样是说没有，你把它说有，故意毁谤让一些法没办法延续，让众生这个法的传承断了，学法这个因缘断了，那可能有这些恶业。所以这讲是最坏最坏的部分哦，没有把它说有，故意毁谤的部分呢，哦。好，可以哦。所以一般人不会这样做啦，我们不会去故意毁谤别人吧。所以这个还好啦，嗯。那善巧成就极净论师哦，极净论师就是一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师父，他说他所造一个扎那次论宗，哦，扎那就是一本书的名称啊，不晓得名称哈，哦。一引经说，色未闻一颂，若不执为尊，百世生犬中，后生见足性。好，哦，所以这个师是长之尊呢，不一定要把它当成师长啊，是善知识哦。需要说法给你听的人都可以把它当成法友的善知识，以这种佛法的恩去感念他。啊，如果是不把对你有说法恩的人啊，
去感恩，这样是感恩哦，不是一定要把它当成要听他的话哦，这个不一样哦。因为很多上戏的法师常拿这一点来威胁我，我要跟他学藏文。哎，你们广有说嘛，色为闻一诵，若不止为尊，我是你的上师哦。如果你把它当成上师，百世生犬中，后生见足性哦。我说没有吧，一诵是讲说对宝生命有启发的一诵啊，你不能光念个那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可以当我的上师啊，这样会太便宜了的。那你教我藏文，我也在教你中文啊，那我也可以当你上师啊。哦，你不听我的，百世生前中，后生前中，互相利益嘛。你教我藏文，我就教你中文啊，哪个是师还不一定呢，这样看啦。所以真正能够改变你生命的一诵啦，不是随便的一诵啊，那太多丧失了，对不对？这个有问题啦。能够真正改变你生命的那个一个寄诵，才值为尊，真正我们的善知识。好，到这里可以吗？好，没问题哦，没有我们回向了哈。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